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，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。Are you ready？ 有趣爆笑，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，Let's go！新西亚和 Shane 婚姻劲爆开讲，我是新西亚，我是 Shane。 最近呢，在台湾呢、啊，一直以来都会有那种变态去骚扰女孩子的新闻发生。对不起，那你可以，当然我也不用问你说是否有骚扰，就是当过变态的一些感觉啦。可是以男生的立场来讲，你可以分析一下变态心理在想什么吗？我因为我觉得反正都男生嘛，那你可能没有做过这件事，你至少可以想一想说，你觉得变态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啊？所以请问一下，所以生小 baby 是什么感觉？生小 baby 对什么感觉？就很痛啊！生小 baby 又很痛吗？那这变态就是觉得还蛮性感的哦，就觉得很兴奋，他们觉得很性感，很性感，对。所以那你在。以前就是过程当中，你好，应该就是没有说碰过变态，或者是看到变态在外面游荡的一些事件吧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听说，就是听说过一些女生就是给我分享，就是变态会对他们怎么样？好，那讲一下女生，你那些女生都跟你分享什么样的故事？变态都对他们做些什么？反正最常见是裸露出他们的 dick 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的 penis。所以你在讲这种的，就是。很多啊，这种的啊，或者是在偷公车上偷摸你啊。对啊，我听就是这些，就是比较就是摸乱摸啊，就是真的有动手哦。对对，或者是对在 club， 或者是在在很就是人很多的地方，就是男生就这样，这样摸他，就非常的轻轻的，就是屁股或怎么样，然后就。装作没事哦，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有变态，就是在骚扰别的女生，你会给这些女生什么样的建议吗？如果人家来问你说 ，Dr. Shane， 我们该怎么办？就是在碰到变态，他们这样偷偷摸我啊，或者是怎样，或者看到他们的下体，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？如果譬如说，如果在戒院，那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是你在干嘛？你干嘛摸我？你会很大声，对，就是就人是女生，让人家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在干嘛。如果你就是可是问题是我曾经有想过，可是以我是女生，我都会觉得说，那人家也会看我，其实我会蛮害羞的。我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说，那人家也会注意到。那如果你不觉得？这个是那么严重的话呢，好，那你就不要说啊。哦，那就是被摸就活该。对啊，就对了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，怕，因为你希望这个人不会再这样，然后你就希望以后他不敢对女生这样，如果你就摸摸就接受，然后他走了，那对啊，明天呢、啊，他都会继续这样骚扰下一位受害者。对啊，对，所以觉得你就是要。一定要勇敢站出来。我觉得 ，OK， 或者跟我讲，然后我就揍他。好，那等一下，请问一下，好，如果说今天是有公车上或者是捷运上有女生变态在偷偷摸你嘞，很好啊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很棒啊！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也还所以说基本上女生去偷摸男生是 OK 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非常 OK。好，其实也不是 OK 啦，可能就是感觉男生接受度会比较广泛。而且我会觉得男生比较也不会说啊有变态有变态摸我大家怎么办？因为可能路人都会觉得说啊你是男生会这样啊，我觉得。当然啦、啊，我就是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那种感觉。好了好了，反正我会希望说，就是当然就是如果大家碰到变态的话，还是要挺身而出会比较好，自己要保护自己。对，就这样子哦，下次见，再见。